耗子吗？讨厌！你不是正好是你的主题曲吗？小小肩膀，大大书包，想要上学堂。困吗？接接，花花拍了。你能啥了？你知道吗？他们唱，我感觉他们根本唱不出来。你光知道《家有儿女》就拍了一下，我看过。我也看过。K.O. 唱吧唱吧，行，没关系，已经拍了。他们答错了就结束了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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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哥哥哥是强项，哥哥是强项。前面那句呢？德智体美，德智体快快学习，德智体美老，这不可能啊！快乐学习，德智体美，个个是强项。美术还有自然，别忘了。快乐学习，德智体美，什么？个个是强项，这是你给的最终答案。如果答对，对方接受惩罚；如果答错，你今天的雨衣可能穿对了。答案是。干啥干啥？干啥？刚才花花的回答正确，正确。喂，正确，那这就不出来了。没抓着，还好学习了一下，不行啊，这可恶，请听歌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这歌我唱过。我曾经横版啊，横版放这个版本确实有点尴尬。我曾经是真你唱的啊，以为成龙大哥呢。抢抢抢到的是巴图，那边你抢到了。等会儿有人知道词儿吗？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还有场外信息耍赖，确定吗？只知道看见，知道看见才是平凡唯一的答案。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，才是唯一的答案。对，差一个字，差就差一个字。刚才唱的是沈腾版的《平凡之路》，腾哥一直在说就差一个字。对，你们确定吗？确定。巴图的回答正确，正确。哇！哇看你们多厉害。就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淋浴的少女和一个淋浴的老奶奶，是怎么回事？这哪是什么时候往外弹的？是不是？这个有点慢了。啊！就防你们这手呢。是腾哥先塞了一个，我跟着塞了一个。你要吗？我都没用上。你别学他，他太丑了。我也不好看，是不是现在有点？我这丑吗？有点丑，你摘下来吧。超丑。这是输出来的经验啊！那不许再，怎么得挤干了二次利用啊？只能用一次啊！只能用一次，用过了不能再用了啊！那确实太过了，那太过了。巴托，再接再厉啊！再接再厉。嗯，好的，好嘞，加油。啊，准备就绪啊！下一题，当年只要你走进任何一家音响制品店，
他可能全天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放这首歌。当年，哪年？Never mind someone like you。 这首歌叫做《雨蝶》，请听歌。雨蝶，你飞，温柔的吹，像你的秋落伴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我也都不累，累的滋味让我痛和累。我想你飞，温柔的吹，只要你不愿，我也无悔。巴图，你收好快啊。OK， 菲姐，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，对吗？应该是吧。不管对不对，我先告诉你，还没完，还有小半句。被爱的感觉是吧？哒哒哒哒。哇，好厉害啊！请正面准备好雨衣，谢谢。快来吧！就其实基本上一看花花最后做出的判断，就知道对方有没有答对。为啥他俩在分享？你有什么？什么呀？你从小就得锻炼你，你有个这样的哥哥。独立不？是不是一下子就独立了？来完这节目，你下车，下车。你的惩罚，戴浴帽的惩罚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来？怎么回事？啥？啥事儿没有吧？啥事儿没有。这一趴淋的太少了。这管用啊？这个管啥用啊？没教下来。花花这个只能就是。这是也能挡住感觉。